大家好，我想在座的各位一定就想要知道，为什么一开场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在讲话吧？不用在意，我只是怕你告诉你一个不重要的东西而已。你要知道，现在是拜一的早起，早时的微微风轻轻吹，人也点点在睡，透早通常就是一般美好的。这个查某囡仔叫做陈依涵，台中人，今年来桃园读册。厝内底有五个大汉的，两个细汉的。伊算大，细汉的是两个敢若狗仔共款的小弟。依涵平常是做代志认真负责，也是一个真打拼的囡仔。那你是要来了没？不是说好要7:20先一起去买早餐，再去学校吗？现在不是才7点吗？现在已经7:28了。都已经要早自习，我自己也快迟到了。等一下。不过生活也总有一点意外，亲像阮伊的自助餐，一个无小心就那坐啊。60块变73块，钱包只剩76块，今日10块的红茶无啊。总共伊和同学敢若无小心迟到啊。会记得以前伫个台中时嘛，发生过历史的代志。但伊边啊加了两个小弟，还佫有一块后门啊。迄天拄好伊老爸老母无闲，所以变成伊要送伊小弟去游乐园。公车一直无来，两个小弟却是那升起雨伞跳舞，那背地子归。就安尼，10分钟、20分钟、30分钟，拢要迟到。结果伊转要走时，直接一摆来两台。其实吧，有当时安尼迟到，轻盈伫咧公车顶的时间嘛真好。颠倒，互我想着我学生时代有偌济青春的时间啊！想当年啊，我的学校内底无好日啥，我拢甲朋友爬墙啊去边仔的 seven， 啊，佮有甲隔壁班的迄个啦。哎呀，我知影恁想要听，但是佮讲袂起着春雨下有主人关注的回忆啦。讲遮侪话，公车嘛开出去有一段距离啊，相信老师即马伫咧点名吧。张雅婷。宋雨薇，陈雨涵，陈雨涵，我在。